法国大溪地，又称塔溪提岛，是南太平洋中的一颗瑰丽明珠。以下是对法国大溪地的简要介绍。一、地理位置，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，位于南太平洋，距离法国本土相当遥远，它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都。二、自然风光，这片岛屿以其绝美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，郁郁葱葱的椰子树，细腻的白沙滩，湛蓝的海水，形成了令人陶醉的热带风光。大溪地也以其奇特的火山地貌和湍急的瀑布著称。三、水上别墅，大溪地以其豪华水上别墅而吸引了全球游客。这些别墅通常建在澄澈湛蓝的海水之上，设有私人泳池、露台，为游客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奢华体验。四、水下世界，大溪地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下生态系统，是潜水和浮潜爱好者的天堂。珊瑚礁、五光十色的热带鱼群让人目不暇接，同时还有机会与鲨鱼等海洋生物近距离接触。五、文化与传统，这里也有浓厚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氛围，游客可以参观当地村庄，了解传统的工艺品制作、舞蹈表演等。六、度假胜地，大溪地拥有众多高端度假胜地和酒店，提供了世界一流的服务和设施，使得前来旅游的游客能够尽享奢华与舒适。七、浪漫胜地，由于其浪漫的氛围和壮丽的景色，大溪地也成了许多新人们梦寐以求的婚礼目的地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蜜月胜地之一。总的来说，法国大溪地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、奢华的水上别墅、丰富的水下世界和深厚的文化传统，吸引了全球游客，成为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。